这是彭湖的四川文，一直都喝不出来。那是我们台中一种太阳。也无比人家这高饼的好食哈，但是人啊下山。啊，彭湖就是对这些所谓的在地的特色产业，就一直都没有办法去有一个突破。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未来可能要着重的一个方向。啊，当然彭湖目前最重要的一个所谓低碳岛，可能也是一个目标。所以请各位以后都不用指导。你家邓啊，你带管你带去，外面带去听各位好多意见。我们这一回在我们新的洪理事长的领导下。我们今天回来五十几个人，在湖西重视嘛，重视哎。今天这次没两次，就从他发起的，我们就继续游戏这样。所有的同乡会大概是台北这个同乡会为澎湖在回来澎湖做的事情是最多的，这是意义最最有意义哈。这样子我才挣扎起来。啊，龙汉双，哦，这风就大些，今天风很大，真风呢，这个也是变化很大，所以我们这个澎湖虽然说冬天还能抹风，啊，盖过两年挂冰挂，一年抹风，所以说长期以来澎湖东北季风的刻板印象，已经深植所有的业界也好，啊，一般都以为啦。那来栽看的人在，我平常我一条，起码还小，我小，啊，如果我啊怕热，哦，啊，就利用冬天来去。干什么活动？我两个月前了，一团来啊，就准备我们一部游览车，这好，到景点都是我们一部游览车，而就是这样。所以这个客观现象，业界也没有利用冬季旅游性质在做这样子，给你干了一民宿业者有几万。是的活动，我们也是一直他做一个这个蜜月来定情的一些民宿啊的一个协同，他们听说有招一些人，所以当初高理事长发起这个是用冬天回来，就用冬天回来，因为冬天淡季嘛，现在我们同乡回来一批一批的，这个时节重视也比较会好。这个时间点，漳州找咱这个季节多好。这个我们农业局以前，我们有很多工程单位，漳州吼都无去选季节，连季节，所以树拢种在三月。啊，真正若要漳州的话，是都啊，无一定都爱立春。差不多咱中国的时阵哦，咱去讲讲的时阵，差不多立冬之后。你们之后的时候，慢慢就开始要穿军啊。这个时间之后开始来征收，应该是冬的话，所以你今年冬来征，绝对保证达成到啊。让这边的人替我们照顾那个树，所以我们就付一点费用。刚才那个常理事长付了来捐了10000块钱，大家集资。大家请这边人帮我们种树，也少数制造的就业机会。后来以前啊，人品要进修啊。我个人是一直觉得说，很多树种是很难修，就是讲恁看盖一树，但不用打，差不多呐，价位都。